冰卷爆炸，切切的了，当时海山啦，切切的，下加波哥的菜，你一只250，下加四个，下加300，这两只600。我还讲，你要吃冰卷爆炸，好，当个切切的做甜啊。我白醋，我沙皮，现在你有啦，新价钱500，我。500，哎呀，有人要吃无？冰棍500，哈。500块，切切的，你何里买你的特制啊？真正500块咯。今天給我买500，这只够哩，我送大只，什么细只，这种做到这种事啊？这只过来，这只过来，这只够哩。新价钱无啊，我搁给一只，500块。多少钱？我谢谢。我两个啊。我一个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不会留，我不会留啊。我来讲啊，恁今仔日来給我买500的人客啦，我招最后一个啦。感谢恁，就今仔阿沙利啊，这只我嘛阿沙利啊，免钱啊，这只够哩啊，这只够哩啊，来500了哇。500两个。来，等一下他介绍吼，等他一下吼。来，最后一个500，上面也无啊。哎，500啊。我上一个，那加一只冷冻的，看得见。最后一个500，上面也无。我两个，我一个。最后一个500，上面一个没有了。谢谢。那有人要保利龙？有人要保利龙无？来，你话这家收的，来搞我。好。阿姊啊，伊咧无用，你学无用者，你学无用，别个做无用，你学无用者。来，我来讲，你唔好买贵，人加300了。300哦。试一下看麦，300块七七了，300。300块，来要试一下无？300。300块，300块，300块。你今仔日做谁啊？对无？吃全部哦，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吃全部哦，100了。我顶个上网吃上去。试，多少结果？这袂少呢。这六只啊。我这条细胞哩，吼，两只，来，迄个，来，迄条片，迄个我怎讲要卖啥？我这条片啊，你啊？啊，伊讲抽抓无啊，我介绍目少无啊。起来，起来，这叫干贝鱼翅根啊，一点我好超过7到5啊，这一点2.5斤哦，新价钱的新娘。这只上价无我好食到煞，一定啊超过700块，无你好笑，2.5斤比之前大包、哦。我跟你讲，一瓶五个人家买一包拢无啊，新价钱的人家500块了。500啊！500块上面只有500块。500。有人要干贝鱼翅羹的无？500块。500。哎，500。哎。姐，你看头前无？我来讲。今仔日我包给你看500块，注意听，注意听。这只无爱卖，这只搁送你，这只搁送你。这两只5斤，全部5个，上新价钱哦，400了啦，400了，哇，上好恁啦，好啊，好啊，400块2个 ，OK 啊 ，OK 啊，400 ，OK 啊，我来这个呀，3个啊，无啊，我这再搁收起来了，3个，哦，无啊，有400，提早，提早，来，你们先拿啊，你们先拿，我这边先拿，到这个要不，哦，有钱拿，有钱拿。来来，搞一只，直接找两包了。我处理哦。海龟子这两包哩，唔免500，400、300了，好啦。300块哩啊，700过来。哦哟，等一下他。700块哩啊，700块哩，差过来才做生意啊，300了。来300啊。来个尾啊，无最后一个300无。300。海子，这差过来才够，定个真正无歹好食，300搁一个上面。300。啊？这袂重要未？我来讲，你无买买两包试食，100块了。100块，100块，边个钱啊？最后两个100块，最后两个150，150啊，谢谢。最后两个100块，上面写100块。好，100块。来，别忘一家收票，一家收票下家，收票下家。来，最后个两个人叫100块，上面写150。150啊，100块一箱，100块两箱，100块三箱，哪个多？卖200块，4包卖200块，上好。够两百只半斤半肉的。半斤半肉的迄落火锅都会用，小饼饭饼面一只400，两只800，全部四个人可以食半斤半肉，800我免，700我免，600新价钱哦。一包你个饼饭饼面你食好嘛？一只你学落新价钱，200块了。后边搁一个字，哎呀，后边有，哎，两包，来，头前搁一个，你个4包啊，多少个？4包啊，4包 ，OK 了，加了，我记了，4包包裹，
啥？啊，帅哥，帅哥，你好。你好，好吗？给钱给的，我给钱给的，基础条件啥子我拢没得。那你有人当我来啊？那边就是我拢无啊，五百，免四百，免退兵了，让只三百来。来三百啊！三个尔拢无，一百个，一百个啦，一百个哩，我爱当新价钱，一百个啦。七八个，你两个都三百了。哎，三百啊！大年啦，真正无啊！后边啊，我后边啊，三百，我后边啊，三百，无啊，三百。就这三百，上面就三百。哎，三百。八号去讲，后面没有了，一百五。哎，八号是谁？四十八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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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边，后边，后边啊 ！OK。后边啊，把这些。OK。但好，要求这个给这个来买啊，这个叫你放过，一包内底有十支。一支我五十，十支五百，卖五百、四百、五的人就搞要升价，一个人就两百了。哎，两百啊！有人要吃卤鸡腿，有两百块，200块卤鸡腿。两百多，要吃卤鸡腿，有200。好。卤鸡腿有人要吃，有200块。两百多，有人要吃卤鸡腿，有200。我跟大哥，两百就是用少年。听无啊？可以无哩？两百拢有啊！哈，谢谢。我要聊两个鸡腿。聊两个鸡腿就解个。等下来，我先买两下。七包是基础条，拉七块跟拉四条，自己的真正的轮上车，一包二百块，两包再五百，这加包来做先结结，两包啦。两包，两包。基础条上面写200块，超前。两包，超前啊 ，OK 啊。两包，我上面写基础条，200。两百，谢谢。你先买来，两包够不起来不？两百啊。基础条。一包来去结，100块。两百啊，来超前啊，超前。一包好去结，好嘛，一包基础条一包。100块，好，你那边来啊，帅哥那边来啊，帅哥要吗？100，好吃，100 OK 啊，帅哥给了100，好来，第二两个啊，100够没来不？70条，100好了，100好啊，70块，100够没来不？有啊，收钱，收钱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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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蔡老贵啊！蔡老贵，我先去。蔡老贵上面有拢无啊？一只两包啊，对不？哎，两百啊！一包十个港式萝卜糕，一包八个，两包三包，三包四包，唔免三包，两包哩。来钱！够要吃蔡老贵无？两包拢无啊？萝卜糕够两咩来无？哎，萝卜糕。一包两个吃泡麦，100块。100好钱啊！一包吃泡麦，一包够要吃泡麦无？一包来边啊！来钱咯！来钱！你听落。一百个买阿只嘞，最后两个人就一百买楼啊。小心啊，小心帮捡一下无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最后两个落掉个哦，最后要两个一百上买阿只哦。一百啊。有啊，别真贵了。来个拜，来一百谢谢。帝王蟹要放上面只五百，我收钱。我要收500，我只阿只哦，你只阿五百。500块上面写五包，哎，五包，超前，来超前啊 ，OK 啊，直接给五包，我上我先写，你给单写，五包要写无？地王就五百啊，五包好，大家都看，五包人要写无？五包，哎，五百啊，超前要来无？五包要来无？五百，五包人要写无？五百好呢，五包人要写无？五百，五百，五百，五百够要写500块。阿叔，我跟你讲哦，恁买五百，啊，我上恁吃，啊，卖个五百，走几次啊，差不多，五百差不多吃500。五百啊！有哪咩也无五百，我再搁送你，再搁你啊，五百有哪咩吃无500块？哎，五百。五百有哪咩吃无500？这退兵两趟吃啊，退兵那两趟吃都免煮哦，500块啊，五百咩也无500。五百，五百，我一个啊。我再搁你啦，我真正要恁吃欢喜个啦，再搁你啦，再搁你啦，500够咩来无？哎，五百啊！我招一个就好啦，阿无五百。这退票两张票，拢免付啊，五百尔啦。再过你啊，金龙三五的拢五百，拢阿对。哎，五百一个啊！啊？三包基础的，我啊，你用啊，无问题。别闹对不 ？OK。后边三包。干咩发好钱啊？好啦，阿无阿你啦，你搞咩五百啦？哎，五百啊！我再过恁啦，我再过恁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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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五百。哎，再叫恁的啦，你今天吃几啊？五百。500块有哪咩啊？无500。好一个啊！500块要吃啊？无500啊？500，哎，500哦。我招一个客钱500块，多少钱？来一个，来哦。500块要吃啊？无500。哎，500。这冰冷冻起来拢免煮啊？哎，很好吃哦。帝王蟹要放。够两边边一半的无？鱼啊，五的无？有没有人要吃一半的？鱼啊，五啊。250。来掏钱啊！
你你你买三百无？三百。个人买三百的无？三百。你吃不了嘛？当买三百，个人买三百啊。还有人要三百的吗？啊，无三百，我毛少一个两百的。有没有两百的？两百无。只有三百啊。三百。这冰料怎吃？做好吃啊，今天哦。只有三百哦，只有。我你看多少钱？买不来。阿姐，你买偌济？买两百啊。阿姐，你买东西要我买两百，无要紧。今仔日我甲你困住，我甲你骂完，你今仔日我买三百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参详一届啊，咁好。谢谢，三百，攞啊。来，三百，够未？够包过三百，拢有啊哈。谢谢，大下点先咯。啊，多后边多咩黄金仓啊？黄先生，别别的，你喊嘛去呀？去做过你喊嘛做过，遐拢卖在老啊，做过我三个月，遐卖在老啊啦。做菜头粿吗？菜头粿拢卖。菜头粿哦，菜头粿也先拢我哩两百了。两百 OK 啊。我变一百了，你话你话人要求叫你三百，这个叫人买两百无道理。最后这两百一百了，一百块。啊，卖啊卖啊卖，没有，大块啦，我三个月。这黄先生上面去啊。OK 啊。大块啊。OK 啊。五百哦，来五百啊！黄金他们吃五百，餐厅一只五百，来订到这，两只五百，三只五百。我来讲，这只都上了四只哩。今仔你也加价钱的五只，这大只。我来讲，我台中大啊。今仔日我为着这大啦，我来讲，我搁加一只六只五百，订到这。五百，等下就我加订到。最后搁一个五百，上面啊。哎，五百啊！来，最后搁一个五百，上面啊。五百，五百。来，搁一个五百，要来无？哎，五百啊 ！OK 啦。弄啊，三四啊。